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姚。我们现在打全新的火焰系梦魇集，那这边带大家用钢铁加鲁鲁兽来解一个泉水成就哦。那副队长的话，一样就找石田大和。好，那这边是我的队伍跟龙科配置，科科用来无视无鼠的。那再来的话，这个是自家系列用来加 C 的哦。这一支是什么？这一支的话是免费卡，你只要有通过八封的话，就可以免费拿到，用来解20颗新珠那边哦。再来的话就是豪斯拿来增伤用的哦。好，那剩下我们就边打边讲解。如果我的队伍跟龙科配置你有疑惑的话，可以按暂停稍微再看一下。好，来第一关，来第一关这边的话，我们就直接去转全体攻击哦。我们可以先那个啦，就是好啦，算了，没关系，误以为他是那个进场可以开招的哈，没有这么好。好，那因为水星是二消，我们就尽可能的去把它区隔开来，这样子的话 ，combo 数会比较高哈。好，那比较麻烦的就是这一支三 combo 的部分啊，我们就直接去手消三，这样就好了。哦，啊，你剩下要叠珠或是干嘛，其实都可以，你只要不要再去消到别的，那就没有什么大问题啦。好 ，OK， 好三康，然后就用叠的哦。我的版面被破坏掉了，不过没关系，应该是可以带走哦。它只是火属的。哦，来这边锤过去没问题。来，接着来到第二关。好，第二关这边的话，手消全部的新珠，然后不能手消到火珠哦。那一样，我们就是正常转珠就可以了。哦，对，这边有燃烧，自己稍微注意一下哦。然后转完的时候停在那个火焰地里面。OK。你如果要等那个石田大河跳起来也是可以，你就每回合空转就消那四组水，血都可以回满哦。啊，记得停在火焰地这样就好了。然后等石田大河跳起来，你就可以开主动技无视燃烧。好，来接着这边的话，不要去手消到木珠哦。啊，你要叠或是干嘛，其实都可以，总之不要手消到就对了吼。好，OK， 来这边直接带过去，完全没有问题。好，来接着二血的部分，我们补一个豪斯，那一样就是不要去手消到那个木珠就可以了。好，这应该没有消到吼，来稍微叠一下。哦，对啊，这边点燃它的话，它的那个什么，它的粘附也会消失啊。你可以用石田大河去点燃它哦。来，接着第四关。来第四关这边的话，消心扣血，那这边的话，我们就是先给它扁。好，来这边扁第一下哦，不会死，不用担心。好，来接着的话扁第二下。好，扁第二下，我们的血量就低于 30% 哦，我们就是可以直接开这只协助者来把新珠转出来。好 ，OK， 那这边就直接去转啦，把20颗星全部消到哈。好，不要跟我说消不到哦，这个是二消的状态哦，你消不到的话，那个我再想一下办法啦，好不好？总之就尽力去把20颗消到，把它送掉。好，来第五关。来第五关这边的话有一个虚弱，那这边的话一样，我们就是每回合去空转，让他自己回血就好，然后等他这个三回合解掉，没关系哦。哦，你要硬干的话也是可以，但我不建议啦，好不好？不建议。总之这边不要消到火，然后慢慢去把它弄掉，这样就可以了哈。而且其实你要叠珠也非常好叠，不会到太困难哦。好，这样子 OK。好，那这边的话我们就补一个豪斯下去，那就不要再去消到火珠，这样就没问题啦。好，这样应该没有消到吧？很害怕。好，没有 ，OK。好，来这边也是直接锤过去，完全没有问题。好，来接着二血这边的话有无视连击同等啊，所以这边的话我们补一个豪斯下去就好了啊，就不要去消到这个邪恶珠。好，来这边直接灌过去，内剑无视连击同等就是香哦。看看我们的黑金客魂也是这样子。好，来这边的话我们补一个那个豪斯，然后接着就开科科去无视他这个无鼠。好，那因为他这边还有七康啦，所以我们就是稍微转得大力一点点，稍微就好了哈，不用说到真的非常大力。
好，那他这个七康也是不会再增加，所以不用担心，我们就是正常转就好了。那科科的效果会持续三回合，所以我们这边就慢慢去转，这样就好了。好啊，你豪斯想到要补下去都可以哦。好，OK， 来这边就直接锤过去，没有问题。好，来接着来到第六关。来第六关这边的话呢，它有那个不能手消水。那你如果还是想要硬干的话，你要无视浮石连吉林化也可以，你就开副队这一只去把它弄掉哦。那我是觉得不用啦，因为水场上就只会给你四颗哦，所以这边的话我们就是直接去叠珠就好了。好，那二消的这种叠法自己稍微注意一下下，不要两颗黏在一起，基本上没事哦。好，我们就是采取比较阳春的叠珠 ，OK。好，先去处理掉不能手消水的那一只，然后满板再慢慢处理就好了。好，那至于这个满板要怎么转哦，就是把水塞满两个直行。好，然后中间的话就是属性珠五属，然后都转横的各四颗这样子，它每回合给你的版面是长这样子哦，我们就去消到就好了。好 ，OK， 这边也带走，没问题。好，来接着来到第七关。好，第七关这边电击珠哈，我们就直接开那个钢铁加鲁鲁去把它引爆掉。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加个 C， 好，然后豪斯开一下好了。好啊，这边的话我们就直接去转就好了。好。好，来这边直接带走没有问题哈。来，接着二血的部分，这边就是去那个对正常转就好了。钢铁加鲁鲁哦，碰到这个的话也是直接无视掉，可以正常转珠哦。好，手消全部的光珠啊，我们就去符合它条件，这样就好了。OK。好，来接着第八关的部分，这边的话就是比较棘手的部分啦、啊，不能手消火珠那怎么办？来，我们先去延迟它一回合。好啊，这一回合的话就直接去把全部的火都弄掉，没关系哈，就注意不要炸死自己就好了。好，来接着这边的话呢，我们就直接去正常转哈。啊，不要消到火，尽可能的去避开那个灼热地，这样就可以了。好，那回血的部分不用担心啦，水珠也有回血的效果哈，所以这边的话我们就直接转 ，OK。哦哦哦，这个吓我一大跳。好，来这边就直接锤过去。好，来接着来到第九关哦。好，来第九关这边的话呢，基本上最左跟最右绝对是水跟心呐，所以我们就只要把中间这边有手消到全部的光珠就好了。啊，注意不要消到暗，这样子。好，不要消到暗哦，你消到暗的话会乐极生悲哦。啊，对，碎裂里面不能消啊，所以你可能要稍微拉出来一下下哦。好，来接着换手消全暗。好，那这边的话就要稍微看一下那个最上跟最下有没有那个暗珠产生的哦。好，我这边看一下哦，暗珠这边一颗。好，上面有一颗，下面有两颗，哦，下面有三颗。好，那这边的话就是去把它抓出来，上一下。下山哦，好 ，OK， 把它全部抓出来。好 ，OK， 全抓出来了哈。啊，一样，注意不要消到光珠。哎、欸，居然没有全部抓到吗？天哪、啊，漏了谁？好，没关系，没有抓到也没差，他打不死你哦。啊，我们就是真伤再补一次就好。豪斯，好，来这边的话，我看一下暗珠。好，记得稍微看一下，看得清楚一点点哦。好，这边有一颗啦，我看到了。啊，不要去消到那个光珠 ，OK。好，来这边就直接锤过去，完全没有问题哦。好，来接着就来到王一。好，王一这边的话呢，我们就去消一组十字，然后再转个五康，这样就可以了哈。好，十字，我想一下哈，用这个来转好了，这边刚好就是这么的棒，一二三四，我想一下能不能凑个五出来。好，五 ，OK。
欸，好像不行哦。好，没关系，再一次，我的失误，水珠太多了，水珠太多了，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好来，那这边的话，我就不要再去把那个转掉了哈，我就直接转一个十字。好，一二三四五，我算一下，一二三四五。好 ，OK， 有了吧？哎，我转到六卡啊！对啦，水是二消。好，对不起，这个真的要稍微算一下哦。每回合都已经帮你排好四啊，你就额外再转个一组十字，这样就好了。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我有点把它复杂化了哈，抱歉。好，这样就好了。结果这时候居然一个天降都没有，太过分了吧？怎么回事啊？好啊，一二三四，然后我们再找一个十字。等一下，这边好 ，OK， 这样子。好啊，这样有稍微跌到新珠，可以了。结果居然是一血，烧我脑吗？可恶，不甘心被烧啊！好来，接着要消三十颗水，这对来说的话是绝对的送分题哈。来，等一下我们这边开个加 C， 然后开个豪斯。好，那这边的话我们就直接去撸过去，尽可能的把它变成水哦。好，十一颗。因为有时候你转一转，搞不好天降就直接帮你解掉了。好，这边只差一颗哈。好，来这边再一次。好，其实这样就已经过了啦，就不用再转那么大力哈。好，来这边带走，没问题。好，接着下一关这边比较麻烦一点点啊，那个它有一个弓前盾哈，然后十六康，我们刚把这个开掉了，其实不应该开它的，对不对？好，那这边的话，我们先一回合把那个水星变成一消，啊，这一回合他也不会打你啊，因为你把它冻结住了哈。然后我们等那个叫什么？我们等技能跳回来，我们再来进攻，这样子合理。啊，他这边有冻结效果，所以他也不会急着打你哦。好啊，这边的话，你也可以善用龙科来捡 CD 啊，这个都是一个方法，就是看你自己要怎么运用而已。啊，因为我带的是专属武装嘛，他会把冷却中的兽类捡 CD， 那刚好那个城护帐就在范围内，我们就稍微去捡一下 CD 吧。好，然后这边其实我蛮想做一件事情啊，我蛮想看看城护帐的那个羁绊无视攻前是不是真的可以直接灌过去。啊，我们来试试看好了。来，这边把真伤打开。哦，那他的羁绊是抓到角色珠之后消到，可以无视攻前哈。啊，这边把这个真伤开下去。啊，没有带走，其实也没差，你就是等他打过来再去送走他，这样就好了。好，要记得消到才有无视攻前哦。好，这个月啊，不是这个月啦，梦魇级水四倍嘛，你可以试试看。好 ，OK， 这边有打过去，还打了快照啊！天哪、啊，好啦，那这边的话就是钢铁加鲁鲁泉水成就通关，给各位做一个参考。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一部影片见，拜拜。